我可唔可以同你哋一齐玩啊？唔好意思，我哋呢个游戏两个人玩嘅，就我哋已经够人啦。搞错啊！我哋之前都一齐玩噶啦。有时候对方嘅回应未必同自己所谂嘅一样，对方可能会拒绝自己，但朗希就立即表示唔开心。佢嘅反应会令嘉明觉得好奇怪。其实俾人拒绝唔系太大嘅问题，人人都会俾人拒绝。朗希可以尝试学习保持冷静。我可唔可以同你哋一齐玩？唔好意思，我哋呢个游戏两个人玩嘅，就我哋已经够人啦。哦，好啦，唔紧要，我睇住你哋玩啦。嘉明拒绝咗朗希嘅请求，因为佢哋暂时已经够人啦。朗希话冇问题，佢保持冷静，做得好好啊。有时候，当我哋想揾朋友陪，而对方的回应未如自己所想，例如我们邀请对方一起玩，对方可能会拒绝，但我们不用不开心，有时候会成功，有时就不会，但都是很平常的事。